因此我哋平时读经念佛礼佛，乃至于喺讲台上讲经，一堂课完咗之后咧，我哋都有回向嘅。回向一定是以真诚之心，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我们平时自己的修学，点点滴滴的功夫啊，都是为众生的，不是为自己，这个回向的功德就圆满了。我今天展开经短读这一部经，为谁呢？为一切众生。我今天踏入念佛念佛堂，念一句阿弥陀佛，就好像经上讲的，念几分钟亦好，念几个小时，念半日一日，念两日两夜，为谁念的呢？为一切众生念。他这个回向的功德圆满了。我们今天学教发心讲经说法，为谁呢？为一切众生。如果讲发心是为自己，利益就很少了，功德不大啊。为一切众生，为佛法久住世间，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的。经常讲的功德都是指这个的。诸位一定要知道，为自己的功德很少，同样做一件事情，为众生为佛法功德利益无量无边的。因为众生无边，佛法亦无边，你的功德利益就无边。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为什么念念把这个圈子画得这么小呢？为自己，为我一家，为我这个小团体，同样做的是这样的事情，得的福少，得的功德少，得的利益少。人家同样做这个事情，为什么得无量无边的功德利益呢？一念之间而已。佛法说的一念相应，他一念相不相应呢？同自性相应，同真心相应。自性就是法界，真心就是法界。佛说得太多了，我们一定要能体会，要能够记住依教修行。以后遇到这个情形了，有些信徒来看我们，向我们讲出这些事情，地上经上有的，就可以讲给他知，回家去读经念佛，同他回向。还有一些不信佛的呢，或者是初初接触佛法的呢，遇到梦到鬼神来找他。我在早年有一个同事朋友，他的太太在一个星期当中连续发了三次梦，所以就很怀疑。梦到什么呢？梦到隔离那个太太，也是过了世没多久的，大概过世不到半年，
三次发梦，问佢攞钱啊，求佢帮助。佢话佢非常困难，生活非常困难啊。佢喺梦中嘅时候咧，亦冇想到佢已经死咗，冇想到嘅。咁佢就奇怪啦。佢话你生活苦啊，唔应该揾我啊，你要去问李先生就得啦。咁佢就答啦：我先生冇钱啊。求你幫助啦！一個星期發咗三次夢，咁佢就嚟揾我啦。我同佢亦好熟噶，同嗰邊咧都亦好熟嘅。哦，我就諗到啦，我話佢哋係基督教徒啊，係冇錢噶啦。基督教徒唔燒紙錢嘅。我話冇事情嘅，你燒一啲紙錢俾佢啦。咁佢果然就想通咗啦。烧了一点纸钱之后呢，就没有再发这个梦了。基督教不烧纸钱啊，他在轨道啊，轨道烧纸钱还是真的有用的。所以烧纸钱这件事情呢，仁光老法师在文钞里面讲过，他对这件事情是既不赞成亦不反对。为什么不赞成呢？佛法里头是没有的。佛法里面讲超度，只是念佛菩萨名号，诵经同佢回向。可是唔反对嘅咧，人死咗之后轮回有六个地方去嘅，嗰啲纸钱只有轨道佢能够受用得到嘅，其他道都受用唔到嘅。如果佢落喺轨道，人哋燒紙錢，你叫佢唔去燒，咁唔係俾佢個財路塞咗咩？依件嘢係真係麻煩事嚟噶啦，佢對你就係起咗真慧心啦，所以亦唔反對。我哋學老法師依個態度就好好啦，唔提倡，但係亦唔反對。依個係民間嘅風俗習慣，同佛法係冇關係噶。真正學佛呢，咁就唔使呢啲嘢。所以知道夢境當中夢到呢啲鬼神同自己都有關係嘅。佢如果話係過去生中十生百生千生，我哋當然唔認識啦。雖然唔認識，这些鬼神知道你和他有缘分，俗世的恩缘，他还是会来找你，求你帮助的。鬼的寿命长啊，人间的寿命短啊。佛在经上讲给我们知，饿鬼道的一日是人间的一个月。所以我们祭祀鬼神初一十五，正好是他吃午饭吃晚饭的时间了。他的一日是我们的，他的一日是我们一个月。要明白这个道理。而且饿鬼道的寿命大概都是千岁以上的，寿命很长的。那就算是一年三百六十日呢，做一年呢，一千岁，你要知道他的一日是我们人间一个月。所以章太炎那个时候做东域大帝的判官，在鬼道里头还看到韩愈、柳宗元这些人，连汉朝时候死了那些在鬼道里头，他们都见过面。汉朝到现在至少是两千年，鬼的寿命比人的寿命长得太多了。六道里头真的人的寿命短，人寿命亦有长的时候，但我们生在短的时候。佛经上讲的人的寿命最长有八万四千岁，
我哋系喺减劫嘅时候，福报好薄噶，寿命长福报就大啦，寿命短福就好薄啦。福虽然薄，但系要肯修咧，好容易啊，亦系唔困难嘅。修福嘅缘反而嚟得殊胜，用短嘅时间修大福报。呢个系聪明人啊，有智慧嘅人啊，所以呢个经文我哋要记住，呢个都系过去生中嘅父母家亲眷属有呢个恩缘嚟揾我哋帮助嘅。下面呢个系帮助嘅方法啦，普广予以神力显示眷属。令对诸佛菩萨像前，自心自读此经，或请人读，其数三遍或七遍。这个就是做超度的佛事了。所以超度佛事亦是从地藏经上来的，自己能读最好，因为自己的心诚恳，是自己的家亲眷属嘛，施慰他嘛，这个心格外的虔诚的。自己要不能读呢，请人了，请别人。现在一般来讲都是请出家人，因为经常讲的，别人跟他读，他的利益只能得七分之一，所以一般人都请七个人来读，那他才得一分，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请七个人读，他才得一分，读三次七次，这样才好啊。超度的理论和方法我们一定要知道，它才不属于迷信。你要说得叫人来相信它是事实啊。如是恶道眷属，今生不是骗术，当得解脱，乃至梦末之中永不复见。咁你再亦发唔到梦，梦到佢啦，梦唔到系系脱离轨道啦，佢得到利益啦。脱离轨道咧，多半又到人道嚟投生，或者系嗰个福德利益大嘅，佢能够生到天道。天道总系脱离天以下嘅，生四王天，脱离天，经常讲嘅多半系略说。如果要细说，四王天到脱离天当中，福报嘅等级仲系唔系一样嘅。即使生到脱离天，福报仲系各个唔同噶，就如同我哋同样生喺人道，每一个人一生嘅受用唔系一样嘅。有人大富大贵，有人贫穷下贱，同样系得人身，福报唔相同。由此可知，同样得天身，福报亦唔相同嘅。冇福嘅天人，福好薄嘅天人，佢嘅物质生活环境，有嘅时候仲唔如人间大福报嘅人啊，仲唔如噶。但系佢嘅身系天身，呢个道理其实唔难明嘅。你想一想，我们人，人道得人身，畜生道总不如人嘛。
但係有啲畜生嘅享受，我哋貧窮嘅人比唔上佢啊，比唔上畜生啊！依個唔係一個道理咩？所以你要細細觀察六道輪迴嘅狀況，慢慢你就能夠體會到啦。你睇富貴人家養嘅寵物畜生啊，貧窮人真係唔如佢差得好遠啊！佢嘅飲食起居幾多人去照顧啊？發生病嘅時候仲有動物醫院添啊！送到醫院仲係車接送啊！貧窮人邊度有依啲咁嘅福分啊？所以佢係畜生身，有福報嘅畜生啊，比我哋貧窮嘅人福氣大得多。同樣一個道理，天人當中冇福報嘅，不如人嘅生活啊！依個係一個道理，所以雖生天，亦要有福報先至得啊！咁生天凭乜嘢条件呢？五戒十善修得好就生天啦。如果要唔修布施，唔肯多多去帮助别人，生天亦冇福报嘅。可见得修福系好重要嘅。你真系有福报啦，无论喺边一度，佢都享福。所以福报是可以带得去的，是不会失了的，功德亦能带得去，但是功德是很容易失了的。经上常说的火烧功德林，所以功德呢很不容易保持的。福德就冇問題，福德可以保持，功德係好難保持嘅。功德同諸位講清淨心啊，定位係功德。一有貪心起嚟，真慧心起嚟，你嘅清淨心立刻就失咗啦，你立刻就被迷咗啦，定位冇曬啦，定位係功德。佢同福德唔係一樣嘅。再睇下面嘅一段，呢一段係下賤求悔，呢個係修懺悔法。福慈普廣，若未來世有諸下賤等人，或怒或悲，乃至于诸不自由之人，各之宿业，要忏悔者。这个是先举忏悔的一类的众生。贫贱是人间好苦的，贫是没有财富，贱是没有地位。在这个世间，他和富贵是相对的，富是有财富，贵是有地位，贵贱和贫富差别很大的。造成这个差别呢，是我们自己啊，在往昔生中所做的业产生的差别。如果要责怪社会贫富不均，贫富是绝对不会平均的，这个是一定的道理。为什么呢？个人所做的业不相同嘛，哪里有可能出现相同的果报呢？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圣贤人的教诲，希望彼此都能够明白因果报应的事实，大家都没有埋怨了。富贵人有义务去帮助贫贱的人，贫贱的人知道自己修福，
知道忏悔，知道受苦，咁社会先至能和谐。先至能够安定繁荣啊！彼此互相尊重。佢今日富贵，佢前世修得好啊！我今生贫贱，我冇修啊！我点样能怪人呢？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嘛！明白呢个道理啦，就唔会怨天尤人，知道自己冇修。冇收唔紧要，而家嚟收嚟得及。我而家可以收，内心就好啦。富贵人要唔肯收嘅话呢，只享福唔再收福，内心就变成贫贱啦。呢个先至系真正嘅道理。青年法师在一段引用《辩义经》上所讲的，这个是佛讲的：五事常生卑贱，为人奴婢。作奴婢的在社会上是没有地位的，没有地位的称之为贱。佛讲的五种业因受这个果报的，第一个是骄慢不敬义亲，义亲是父母，对父母的态度傲慢，对父母没有尊敬，不孝。他来世会得这样的果报。第二呢，刚强无格心，格是恭格，就是恭敬。这一类的人亦会有这个果报的。自以为是，处处不肯让别人。佛在这个经上亦时常感叹地说：焉复替众生刚强难化。为什么难教呢？习气很重，这个是我们一般人说的个性很强，不容易接受别人的劝导。第三种呢，放日不礼三尊。三尊是讲三宝，轻慢三宝。前面第一条是不敬父母，这个是不敬老师。世出世间，大道就是孝亲尊师。不敬父母，不敬老师，三宝在师道里面大一的表述。佛法是师道啊，是老师里面的模范啊，老师里面的典型。你怎样可以对他随随便便一点恭敬心都没有的呢？第四个原因呢，是道舍以为生业，一生做偷盗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偷盗的手法很多，
一定要知道道歇嘅真正嘅意思，喺佛法里面讲不予取啊。咁都系叫道歇。亦是我哋中国人常讲的不义之财。你要是取不义之财呢，你做你生活的来源的，那就是讲犯了这一条了，你不应该得到的，你要把它占有，你要把它取得。这个亦是卑贱的业因。第五呢，负债逃避不偿，欠债的不肯还债，一生不肯还债，来世遇到了还要去还的。避不过的这一点，我哋必须要知道，欠债一定要还，欠命呢仲得要偿命啊！佛家讲因果通三世，唔系一生。你一生你避得过啦，来生点样办呢？仲有后生啊！生生世世遇到的时候仲是要还的，欠命的要还命，欠钱的要还钱，除非对方觉悟了，但只有学佛才会觉悟，对方觉悟了，你欠我就算了，不用你还了，你欠我命也不用你还了，这样才行了，咁先至得。如果遇唔到觉悟嘅人，佢念念摆喺心上边嚟讨债讨命，咁你就冇法子啦。喺佛家文字记载里面，汉朝嘅安世高大师，你睇安世高嘅传记喺《高僧传》第一。他来到中国还还两次命债，过去生中他亦是误杀，杀了两个人，一生当中来特地还两次命债的，这两次亦是误杀，他误杀别人，人家亦误杀他，这个是菩萨示现讲给我们知，成了佛了，成了菩萨了，亦无法子的，还是要还命债的，欠钱还是要还钱的，欠命还是要还命，不能够说你成了佛成了菩萨就可以不用还的，没有这个道理啊，那因果律就被推翻了。做佛做菩萨仲唔能免，何况我哋凡夫呢？凡夫还债还命唔甘心呢？唔甘心呢就惹得麻烦就大啦，还来还去永无了期啊，就有呢个麻烦啊。讨债还债，讨命还要命的，都是永无了期，生生世世搞这件事情，苦不堪言的。佛菩萨好在哪里呢？他通通清楚明白，他有宿命通，他有他心通，他有天眼通，宿世的因缘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他一笔账就一笔账就了了，以后再冇事啦。佢系心甘情愿咁去还嘅，
被人殺了，殺得亦心甘情願，決定沒有報復心。仗到這裡就結了。凡夫這個仗結不到啊，就是說不甘心不情願啊，還有報償之心。冤結得就生生世世永無了期啊，非常可怕的。諸位要是細細去體會一些事上，然後你才知道為什麼三寶要尊敬，為什麼三寶功德利益這麼大，你就能夠體會到一些了。唯有三寶能夠給我們真正解決問題，生生世世不能夠解決問題，碰到佛法都能夠解決。這個是世間任何法門所做不到的。我們知道自己處在貧窮下賤，處在這個地位，知道這個是自己過去生中做的惡業所感得的果報，明白了這個道理，了解事實，就有方法來挽救了。挽救的方法是懺悔，各知宿業，這個是你明白了。各知宿業，不靠佛法是沒有法子的。世間法裡面亦有的，雖有不究竟。世間有學問的人，有德行的人，還有一些宗教家，他們亦知道因果報應的一些事理，亦懂得修懺悔法。可是他們的知見不圓滿，不究竟，因此他的懺悔多半是屬於時尚的。能夠有幫助是小幫助，不能夠徹底解決問題。徹底解決問題一定要幫助人出三界，這個才是算徹底。不能夠脫離六道輪迴，總是麻煩在後面。眼前緩和了一些事情，還是了結無期的，這樣才知道佛法無比的殊勝。下面佛教給我們的方法，至心瞻禮地藏菩薩形象，關鍵是在至心，以真誠的心、清淨心、真誠清淨心，就是懺悔法了。由此可知，地藏菩薩形象是我們懺悔的一個真相緣。你為什麼會把業障消除了呢？是因為你自心，你平常用心是用的妄心。今天對著佛菩薩的形象是真誠心，乃至一七日中念菩薩名，好滿萬遍。一七，七是一個圓滿的數字，
你揾出時間好好咁修七日，或七日當中呢，執持菩薩名號，呢個就係一般所講嘅打地藏七，或者係讀地藏菩薩本願經，念地藏菩薩名號七日，一七日中真正結其念佛，實在講係七日七夜，唔能夠中斷嘅，功德利益非常殊勝啊！七日七夜，唔懷疑，唔夾雜，唔間斷，根性利嘅人呢，就得一心啦，得一心超凡入聖。前面我哋睇到光目女、婆羅門女，佢哋用念佛嘅方法，一日一夜，嗰、那個係根性利嘅。一日一夜就得一心，得一心就是菩薩啦，就不是凡人啦。所以他能够去参观访问地狱，地狱鬼王去请教鬼王，如果是什么地方啊，鬼王讲给他听，这个是地狱啊，我怎么会来啊？鬼王告诉他，能够来地狱的有两种人，一个菩萨，一个受罪的人。由此可知，他的一日一夜，他念到是一心不乱，才有能力去访问地狱。这个是《弥陀经》上讲的，若一日到若七日啊，跟你的人一日，一日一夜就得一心，跟性劣的人七日七夜，七夜亦得一心。我们现在念佛堂念佛的同修，不讲一个七啦，连住打七个七都得不到一心啊！乜嘢原因呢？念佛不如法啊！最麻烦的事情就是夹杂啦。佢念佛的时候，仲有妄念夹杂在里边，这个就不如法啦。果然要有冇妄念呢？真正达到呢个标准呢？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七日七夜，真的能成功的。我们看《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宋朝的盈诃法师，《净土圣贤录》上面有的，他是一个破戒的出家人，他的習氣很重啊，他自己清楚的，知道将来一定要墮地獄的，因为做的罪孽太多了，自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心随境转，那就有什么法子呢？那他就有一念自知之明，各知宿业。他的好处就是这四个字，他知道自己将来一定堕地狱，想到堕地狱就恐怖了，就害怕了，如何能不堕地狱呢？他请教的同参，这些同参就给他一本《往生传》，他看《往生传》，他看到一
次自己就感動得流眼淚。看咗之後咧，佢自己就發心啦，決定求往生，把房門關起嚟，念阿彌陀佛三日三夜，唔瞓覺，唔食飯，連水都唔飲，三日三夜，至心瞻禮，真誠心就感動咗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就嚟啦，佢係三日三夜，真嘅人亦受唔住噶，就會念到瞓低噶啦，喺昏沉睡眠當中夢到阿彌陀佛嚟啦，佢係夢中嘅，佢就同阿彌陀佛要求求往生。阿彌陀佛講俾佢聽，你嘅陽壽仲有十年，你好好咁用功。十年之後呢，你的壽終的時候我來接你。那他真有自知之明，他說我的習氣很重，十年這麼長的時間，經不起外頭的誘惑，又不知道做多少罪孽了，那還得了嗎？我十年的壽命不要了，我現在就跟你去。阿彌陀佛聽咗之後，亦點頭啊，咁樣就好啊。三天之後我嚟接你啦。哦，然後法師就好高興啊，一下就驚醒過嚟之後，呢件事情唔係假噶。佢就向大眾宣布，佢三日之後要往生，同光目女、婆羅門女嘅境界完全相同，三日三夜。所以彌陀經常講嘅約一日到約七日唔係假嘅，問題係你能唔能自心，你能唔能唔夾雜。我哋今日念佛功夫唔能成就，實在講而家懷疑係比較上少嘅，但係唔能講話冇嗰個懷疑，你自己都唔知道乜嘢原因呢？你對於念佛往生嘅道理同事實真相冇有透徹嘅了解，你嘅疑心未斷啊，冇透徹嘅了解嘛。真正透徹了解咗，唔會懷疑嘅，唔懷疑對於世間決定冇留戀啊。所以對世間仲有留戀嘅，表示佢仲有疑，斷疑生信。啊，講經說法嘅目的就喺依度啦，真正幫助大家斷疑生信，然後嗰個功夫就係不夾雜。果然做到不夾雜、不間斷，冇一個唔成就嘅。所以企住走嘅、阻住走嘅、唔生病嘅、盈康唔生病噶，清清楚楚念佛往生嘅。呢件事情到近代都有好多人啊！我哋點能講唔相信呢？他們為什麼做得到？不生病是業障慘了，自心就能慘除業障。我們還要生病是業障來的，你不肯認真去參除業障，所以你還有病魔纏身，真心懺悔，業障就消除了。業障病懺悔能夠好的，你真正懺悔那個功德，你的冤家債主亦離開的，他亦得到好處，得利益的。
所以忏悔法门，讲句老实话，八万四千法门通通属于忏悔法门啊！忏悔两个字含尽菩萨修行一切嘅法门，冇一个法门唔系忏悔法门嘅。后面是讲所得的果报，如是等人尽此报后，千万生中常生尊贵，更不经三恶道苦啊！这个是果报了。所以现前贫穷下贱，一定要知道自己的业因。知道了业因，回过头来来修菩萨道。如果说是这个是讲过去为人奴婢的，你是要受主人的支配，你自己不能自由，得不到七日七夜的时间来修行，平常修行亦好啊，在修行里面最殊胜的无过于念佛法门。念佛法门无障碍的，一切时一切处心中只有阿弥陀佛，忆佛念佛亦不妨碍你的工作，你该做什么事情你还是照常做，你还做得更好，做得更圆满。心里面一切放下，一心念佛，有能力的可以读经，冇能力读经读经嘅，就一句阿弥陀佛就够啦。我哋喺近道睇到唔少嘅，就受持一句阿弥陀佛，往生嘅瑞相殊胜无比啊！功德利益，我哋亲眼见到嘅，所以一定要念佛。念佛是大一功德，念佛无边殊胜的福德。业障消除了，福报自然就现前了。业障未消除亦不在乎，认真努力去修学，来生一定有殊胜的果报。不单止不堕三恶道，还能够超越六道轮回，还能够度很多很多的众生，真的是自行化他。转罪报之身，成菩萨身。岂不是同菩萨应化啦？应以奴婢身得道者，即现奴婢身而得道之，唔系一个样子咁咩？问题系你自己系唔系真嘅觉悟？真嘅觉悟啦，就以呢个身嚟修，就以呢个身嚟正觉，
就以这个身度化一切众生。你念佛成就往生自在，你要能表现企住往生，坐住往生，你把一家人都得到了。过去在香港东林国社的主人老太太念佛往生的，度佢一家人嘅，就是河东夫人啦。佢哋一家都是信仰基督教的，只有老太太念佛，不过佢的儿女都很孝顺，亦好聪明，虽然是信仰不相同，他们的家里很自由，都是互相尊重。老太太食素念佛，他的子女新抱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彼此亦能够互相尊重。老太太往生的时候跟他的儿子媳妇说，我们一生信仰彼此都没有干涉过，都很尊重。他说，我今天要往生了，我向你们有个要求，你们念佛送我。那个儿子新抱亦通人情，他说得，我们念佛送你。他老太太真是坐住往生，家人念佛送他走，看到这个情形，那才知道佛教不是假的。儿子和新抱全部都念佛，全部都回过头来。你看，你去度他的家人很有耐心，最后来表演给你们看，平时不劝你，一句话都不说，很尊重你，最后表演一招给你看，看看你的基督教能不能坐着走，能不能预知时至。以这个方法把他一家人渡过来了，不单止渡了一家人，影响到整个社会。这个不是一个普通人家来的，记者来访问了，报纸上一登，你看看那些影响多少人。这个才是真正叫有智慧啊，度家亲眷属有的是方法。你要真正明白，你要真正表演给他们看。现在人说的，你不相信啊，他不相信啊，做出一个样子来给他看，他不能不相信的了。注解里面在五十六面，这位太太这个是引用佛经上的辩义经上所讲的第一行五十六面第一行，佛告辩义：有五事得为尊贵，众人所敬。这些都是讲业因的，你只要肯修，你就会得福报。第一个是施惠普广，就是多布施，修布施，以平等心、清净心去修布施，美德尊贵身。第二呢，礼敬三宝及众长者，这个就是护持佛法，尊敬师长。第三呢，忍辱无有真慧，
第四咧，柔和谦下，处事待人接物应当有嘅好态度。第五咧，博闻经界，对于经典通达，对于戒律，佢亦明白了解，能够遵守，佢能够做到。这个是佛在经上讲的五种获得为人尊敬的，在社会上有尊贵地位果报的业因。所以你不修因，你怎能得果报啊？你想得殊胜的果报，你要知道怎样修殊胜的业因。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好，今日时间到啦，就讲到呢度。